这 X 恋人一定是他，对每个人都很好，不会拒绝，也没有明确的接受，这是个中央空调嘛，难怪每次出现我就感觉身旁有风在吹。不，我觉得不对。判断一个人是真情还是假意，最简单的就是看那个人是不是为了让你开心。那 X 恋人到底是谁呢？ X 恋人就是是谁？ X 恋人就是，你觉得呢？机智的恋爱，每周二中午。